而且他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那种激动。哎，真的是太日常屌了，比我还激动一点。嗨，大家好 ，This is Jeremy。然后，哦好 ，Hi， this is Jeremy。然后，嗨，大家好 ，This is Jeremy。欢迎收看。来来，大家好，我们很久没有 vlog 了。然后，逛，打个招呼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。其实也不是很惊天动地了，就是去练漂移。这是法语日文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去漂定远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练一练怎么去漂小圈和大圈。然后我们学校边上十分钟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工厂的厂区房，晚上没有人的，所以我们要去那儿试一下。所以 Let's go。太刻意了，能用吗？好，好，这边。我这儿有个打光师，然后我们走，现在按照 SIM 是要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，就是我带了这个相机啊，然后为了拍点升格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Mavic Pro， 我们还要做一下航拍，哇，这个 Vlog 有点成本有点高啊。然后 Hello， 这就是我们的 M3 146 46，然后我们鞋，开门啊，开门，来拍鞋，然后我们真的不是 gay。然后就在那个里面，你看那边铁轨过去，那边就是厂房区。然后这地方应该不会扰民，因为附近没有居民区，所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如果在 Davis 飘的话，就声音太吵了，然后可能会扰民，而且也不安全。就是来漂移的吧。OK， 现在那个人走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试着漂一下了。我们这儿我就不漂了啊，因为我可能觉得我自己技术太好，就不太适合在张子健面前，这对吧？这样会显他玩的不好，所以我们让他来漂。来来来，我不太丑了，就是我来刚刚模仿一下张子健啊，他说贼个漂移嘞是怎样的啊，就是广东口音。就首先呢，我们得把 DSC 关了，你看这中间有一个那个小这个东西亮着的，对对，然后他这样他 traction off， 然后他就车可以有很多那个，然后一般手动挡呢，自动挡其实也是挂一档或者二档，我们这个车经常现在是挂自动挡，怎么挂一档或者二档可以，它有 manual 就是手自一体模式嘛，就是你不要让它挡跳就好了。对，不要让它跳挡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吧，来来来，我们来一下。厂一过来，直接应该坐边上，然后这边举个大的美国国旗，然后在这吼。America，America。然后你现在其实应该，你现在其实应该就是要放一个那个中国国旗。来，你把相机给我，来，不要关啊、嗯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。拍摄的正式，你看一个两个来吧，等会我们还飞无人机，然后你们来拍吧，来 American America， 开始这是啥？刚刚我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我的副驾安全气囊上发现一个黑色的迷之物体，我现在怀疑它是我的轮胎。
都不能关你。所以说他就跟我们讲了，有可能会给我们寄个信，把我们车就是注销30天，就说30天可能不也不是，又在干人呢，他们又在干人，我这么忙的吗？然后所以说就是说，反正就是说下次不能来这儿飘了，就是要飘的话就是去那种专门的赛道，一个专门赛道啊，或者一些就是他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fan 把你所有的东西全围起来就可以飘。所以 well 就是说今天的遭遇，不过我们拍到了很多好的 clip， 然后撞见应该漂移的今天又有点进步吧，有点进步，对，又有点进步，因为我刚看的时候是我已经能飘，就是正飘八然后再反飘八了，所以没看罚单，所以他说 well, 他 OK， 他说那个，然后反正也没有开罚单也没有怎么样，所以 well 我们就挑了一下，有恃无恐，所以就是说，其实但是还是这样的，违法事情不要做。我们这也是最后一次，就为了去拍一个 vlog 嘛，所以才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就我们从来不违法的。然后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